然后皮尔给一博定妆的时候，我想让他融入到我想要中的角色，就是他们还在那摆拍，但是穿着那个三伏，嗯，穿三伏那个妆，我就觉得三伏那个妆，你别笑了，你给我穿融入到这个人物画面里去，这个是衣服，我觉得最合适。人家观众看的时候，你们看的时候，穿着这身衣服，我们就照着我们将来的表演去试妆，其实有点类似于海报，嗯，但是还让他流一滴泪，就让他哭，酝酿深沉。哎呀，当时我印象特别深，他流那滴泪之后。他们哇，那帮人全傻了。所以你要说导演，我们就去把导演给擦掉。我说太，哎呀，这真是。